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咯，有关 Photocap 的照片处理。那么前面老师有没有机会拍到这一种的，这叫背光嘛，对不对齁？那背光的其实 Photocap 蛮不担心呢，李东勇不担当呢，暗部补光，暗的补光就好啦，亮的就不用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试看看哦。那您刚刚如果有下载那个照片呢，里面会有那个相片编修这个资料夹，好，打开，好，打遍三个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哦，有一些像这一张也是很明显的，好，我先丢这张给你，有没有？下次遇到这个就不要带回来就好了，直接在就是有没有相机都是有就删掉了，没有，下次要带回来，那就好了。在哪里？您看一下，我们带来玩的都是在这边，有没有？滤镜里面有个叫相片。好，那你找到有没有叫暗部补光，因为这个是要拍夕阳嘛，所以夕阳在变亮的话就不用去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暗部补光，有亮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是程度啦，如果你觉得已经到100还不够，我们就多做一次暗部补光。啊，你有看中吗？使用前使用后，对不？是不是都暗的变亮而已，亮的没有再变亮嘛？啊，你看单哦，下次要记得带回来，不要在相机里面看到啊，那还暗拍掉，因为我们在那个智慧相机上面看哦，那个会更暗，因为电脑上萤幕会比较清楚哦，因为那个解析度比较差嘛，好，所以会更明显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像我们刚刚看到这里面，像这一张有没有？你丢，老师就可以这样丢进来就好了哈。那你应该用哪一张，它下面会告诉你现在这一张在使用中。好，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是背光的，所以您从这边暗部补光，啊，你有发光吗？对吧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么既然看了这个，我们就顺便往下看，那有没有可能整张都亮度不够，或整张都亮度太暗的？也有可能，比如说你看左手边这一张是不是整张稍微比较亮一点，好，那我就可以把它来这边，您看哦。好，在这里。好，你看整张的，我就来这边，一样都在这里。可是因为是整张的，所以我就是全域的，啊，就是整张的全域的增减曝光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是在我们数位相机上面的有关。我们数位相机上面其实也有这个 EV 值的设定。好，它原则上是在中间是零，往右边的话是在最多到正二，往左边是到负二。所以当你光线不够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加。好，光线太多就变减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现在试太多，我就把它减下来，有没有？让您了解了哈。所以另外呢，这里还有一张，你们可以比较看看。好，像这里这一张有没有比较亮？对，一样的哈。所以您也是来这边，整张的就是用这个，这个太亮了，暗一点，前面暗一点，这样应该左右比较下就有差了嘛。所以很单纯，你不见得说那个照片就不用，你可以稍微简单处理一下。所以有发现就是说 Photocap 其实如果老三没有接触的话，哎，真的还蛮好玩的。那这个完全免费，而且其实您也可以不用安装了，比如说我放在学生里面，把它，您刚刚不是电脑面都装了吗？那其实如果您把它安装之后，把那个资料夹抠出来放在随身碟就可以用了。所以不用说我走到哪里啊，我帮你装一下，你们用完带着走，不留点痕迹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。那既然看了两个，就顺便加这个了，渐层增减曝光。什么叫渐层增减曝光？我们刚刚看的是整比较暗的啊，然后是整张变暗或整张变亮的。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在拍照的时候怎么样，你我们去看人家拍婚纱外景的时候，有没有都会有一个摄影师男女主角，还有一个负责拿那个反光板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光一这样照过来是这边就黑的，所以它补光啊。那这个渐层增减曝光就是那个道理，好像自己补光一样，哎，自己做小弟啊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看一下咯。您看哦，我找一张给各位看，像在这边渐层的。好，我拿这一张好了，这一张也是很明显的，有没有？
这一张比较小，但是你可以发现这边是比较暗，这边是比较亮。那小黑就是打这种打闪光灯哦，所以您看这边滤镜里面的相片的那个渐层灯点曝光，嗯，一样的，点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哦。你看预设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灯光的位，预设就是灯光，等于从这边打一盏灯过来，那么这里就不受影响了，等于说它光是衰减的，那这里是完全受影响，这里就会有个淡出的效果，好像光线这样淡出的效果。好，那我现在是这边比较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把我的灯光这里方面按着它从这边打过来。好，请问有没有比较亮一点？嗯，有的。老师或者看对地方，因为他看的是这里，没有的看的是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知道了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调整的地方，所以不会有结果哈，要看右手边，这样比较出来有没有变比较亮，知道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给老师稍微玩看看哦。我们刚刚看了三个，一个叫暗部补光，一个叫全域的，整张太亮或整张太亮暗的，再来就是什么渐层的。啊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光线的关系嘛，那没办法，我就是自己补一个光。当然你要补两个、补三个随便你，不过应该不会那么惨了哈。转向化，我们刚刚那是针对整张这样做，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拍的时候就是局部要变局部而已。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里，是不是这个地方比较暗？这里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打亮？对不对？这局部的。那么你再往下看，奶油丝对不对？这波全体。跟你说说，好，那像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最有经验，去垦丁、去东南亚，最常都是黑着脸回来，不是晒黑的，是自己照黑的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脸变回来？所以那这个我们就称作打光。好，在下面这里，在下面表演有没有？舞台上是灯光会比较不平均。啊，有照到的就会像这样子，啊，没有照到的就像这样，有的人会一半亮一半暗，对不对？这都很容易出现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一下。那怎么来处理呢？我们先看一下哈，比如说您看刚刚这个好了哈，金币又把它丢上来，好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这次我们就不用这里的功能哦，我们要从左手边来，您看这有没有叫修片工具，打光。看到了哈，哎，但是老师要稍微注意一下 ，Photoshop 它虽然有那么多优点，但是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对处理大的照片，比如说你原汁原味这种数位照片，它相对来说，尤其是这种左手边这种工具会比较顿顿的，所以我们建议老师，你可以先把照片先稍微缩小一下，因为我现在这张照片是原尺寸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比如说我们就变800或者变500，你。打完之后右手边稍微等一下，它会自动把您计算好，好，按 OK， 有没有看起来好像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比例不一样啊，哈，你看使用前有没有比例是比较小，对不对？那缩小之后一样的大小，但是那个尺寸不一样。好，那么您点了这个工具之后呢，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右手边，就是你点了任一个工具，右手边这边呢会变成它的工具属性。那我现在的笔刷是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这里可以怎么样？好，你看我滑出来有没有？只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它变大一点。好，拖曳，然后碎碎，简单吧？对不对？我们那个金子太久了，不知道拿去给人家洗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方式哈。那么另外你看一下这边，我们刚刚那个小朋友的，在这里一样哦，一样哦，要把大小再缩小一下哦，不然你会有点顿顿的哈。好，你看这里，如果老师要放大一点，这里我放大镜，有没有大一点的哈？好，我把下面缩小，你看这里。人家只是没有站好，你是欧巴队呢，这样有没有简单？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白，你再涂，请问有没有用？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第二次，
麻烦你有没有右手边叫公斤比抓按个几轮，把它按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照到我的，这样可以的吗？这样会的哈，所以麻烦老师你可以玩看看哦。所以你可以发现说，其实它里面这个打光就还蛮适合我们，有时候拍照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刚好被挡到了，有没有？被阴影挡到了，我们稍微处理一下。我们只要尽可能恢复它原来的面貌，然后我们不要说还要原本黑的就把它弄成白，这样可能效果很差。但是尽可能的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，其实我们刚才做的这些调整都是什么 1B 值，都是 1B 值哈。在大家刚练习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再来就跟大家，其实这个就是 1B 值了，是让你们我们可以从数据上直接做哈。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拍照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鼓励大家用闪光灯，因为你会发现用闪光灯会造成一件事情，会造成影像更不平均，亮的很亮，暗的会更暗，对不对？有接受到灯光就变得更亮嘛，但是没有的会对比之下就会觉得更暗，好，所以反而效果比较差。那所以如果你可以从数位相机拍的时候就调整 ED 值，它就是很平顺的，就是调整整个照片的亮度。当然真的不得已你还是用闪光灯的哦，只是说可以的话我会尽量减少。所以你看这个是有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哦，你看这个，这也是大家很在意的，有没有？去除黑斑疤痕，这个也很好用 ，Photo Intake 啦 ，Photoshop 也都有类似的工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您看这下面这里哈，在这里有了，找到。好，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放大镜稍微放大一点哈，这样这个是不是就很清楚了？好，哪里有去除黑斑疤痕比较？点了之后一样，你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。这个不能换的，放那边我帮忙的调剂，哇，其实你不用太在意后面的那个名词啦，它那个你有时候要试一下，不见得说黑斑比较小，然后白那个疤痕就比较大，不一定哦。以这一张来讲，是真的用疤痕比较好了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就换到疤痕，可是老师要注意一下哦，下面有两个按钮被挡住了，你看有没有两个按钮被挡住了？有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疤痕呢怎么用？我们原则上你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几个疤痕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这个工具呢，它有个缺点，就是不能处理这种不连续的，所以这个要分三次做。那但是处理起来很简单哦，你如果是疤痕的话，我们的笔刷哈、哦、就大概跟疤痕大一点点就好了，点一下有没有做一个记号哦，但是就是这个不连续不能直接做，我就按开始处理，这样呢比贴那个瘦痘贴那个还快哦。那后面这个呢一样，小一点点，点一下开始处理，等于说这个你就是分三次啦。安内要不对呀齁，安内有干单齁，对呀、啊、总是比拿去那个还快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当然就会有另外一个，就是下面这里有没有这皱纹的呀，领面叫做抬头纹，这边叫做月纹，这边叫做法令纹。 好，大家都很清楚。那以这个来讲，其实反而用上面这个效果比较好，用疤痕不见得适合啊。好，所以一样我找到适当的大小，这样可以吗？下次不要用拉的啊，拉的还是打那个肉毒杆菌，这样不好啊哈、哦。眼睛我可以只做一边吗？安尼有劲吼，安尼有看笑人啊，一边我拉的要劲，一边笑人的话，好、哦，那一样哦。如果你还要再更加强一点，可以更新笔刷，有没有发现都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给老师玩看看哈、哦，来。